现在开始做个测试啊，就是稍微把那个头戴显示的麦克风稍微调整了一下它的音质，然后呢，我打算来试试看，手反了，打算来试试看这个实况游戏的时候啊，那这个音质用起来如何？麦克风是100啊，那这个调到啊不大不小就这样吧，不大不小就这样吧，应该游戏也不会太小声啊，大概。好，那我们先随便选一个，这些要买，那就选这个吧。竞速射击，射击，所有武器可以在慢动作上面射击，这还要 DLC 啊，好乐子，那就只能够选最垃圾的十字弓了，来吧。好，现在这个，等一下 loading。结果我很讶异，他这个麦克风居然顶多只能调到 DVD 音质而已。他原本预设是 CD 音质啊，不能调那个专业录音师等级。果然这个麦还是本身太烂了，他没有。怎么在抖啊？这个，哦，操！本次搭乘没有数据，集中数奖励惩罚，不要射中活物，不射中活物我射三小啊！这什么？为什么要弄成这样？把我的脸整个都哭住了啊！我是怎样？兽魔猎人哦，兽魔猎人！你看这个这两只这个，什么垃圾弧度啊？然后这个干嘛、啊？这个把我的脸哭起来是什么东西啊？怕晕是不是啊？干，我觉得这是呕吐模拟器也干好晕哦、喔！操他妈，有个晕的！哎，怎么有石头掉下来了？太危险了吧！咻咻，哎，射中！哎，射鸟！反正也射不中。射石头，也可以射石头啊！好，射石头就射石头吧。啊，中，再一个。哦，慢了。这个游戏全部的轨道买起来好像要700块，这真的值吗？花700块来呕吐一下？我觉得不值怎么办？干，好晕哦！操他妈的，还断轨，没中。中间那段是要怎么射啦？这什么？这个垃圾木十字弓是要怎么射啦？那个子弹飞那么久。不要闹了！我希望这段录起来音质还可以，因为我还是希望它的内建麦克风可以用啊，不要都不能用，这样我还要再去买一个夹式麦克风，又多花我几百块，烦死了！嘿，没射中，可恶！哦、好高哦，蛮高的耶。这个应该是防晕用的啦，就是把那个视距往里面收这样。可是其实这样玩起来感觉没有很过瘾。中，刚那两个是要怎么射啦？这是要怎么射啦？靠腰啊！中嘞。Finish 到啦，嘿，干，都要到 finish 还要我射哎、欸，好了，结束，然后就这样子啊，这个测试先到这边，
我先把这个游戏关掉，然后来看一下那个录音的品质如何。我是先把游戏关掉，结束游戏。好 ，OK， 先来看一下录音品质如何。如果 OK 的话呢，就太棒了。